袂带鱼，还有一个咧问过伊要捞三分咧，三分咧我先甲提起来好不好？来，我甲你讲，最后一摆，这包我提一个提过伊予人啊吼，这包叫做柳叶鱼，就是这只，伊这一张外表甲你稳稳稳好啊，你当个用钱的，用钱落去钱，这包餐厅钱我交袂死，我即摆想到是个代志，不要大哥骂死啦，我是来记你摆，大哥你卖生气，你食到快袂，你就知我记你无好，阿哥有无？来盘菜，金目鹿，乖。这即摆只只摆落去一斤卖到百五块，重点哦，我今仔才落去才大只啊，啊过来这只是乖。这是要到金半工啊，五百你吃完未？这最低价，五百块银。还是名花，二啊五。落去够无？拢给我做一届。咱俩好意，好意。好来，好，安尼就好啊。来，这我甲你讲吼，这。一盘卖完，若要安尼卖就对，一盘卖完，搁差到一百块的本钱。啥啦？乖哦。哦。大只的哦，一斤多。大只。搁三百块来。小姐，这是活的哦，你在吃的时候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了。早上刚刚哦，刚刚还在活，还在叮当，还在跳的哦，三百块，五百块的物件上。来，等下搞，煮等下往最后吃，最后一盖，搁三百块。来老几分？我阿志老个，老阿志，无啊，这个像要老个，有无？有，老个。准备准备，这不是准备。顺嘛，我帮你留好了。这乌啊，对，顺嘛，我帮你留好了。你这臭的，啊，这赶快的，你卖烦恼嘞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你吃了，先我把你骗我，哎啦。来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等下一盘爱做点管，单调。做点盘盘起，盘好来，照一盘海鱼啊，一盘等下介绍者，一盘买一盘起来，就卖不了啊，来，可以先干。什么物件？伊迄两块两条两百块啊，不啊？龙华今天过一够，过一五百块，我帮你留好了。好啦，我等等捞去三分。就甲你等偌济好无？伊一个捞三分嘞，我等下我等下搁一盘，你等偌济？再搁一盘我捞，因为这山顶先捞的，然后做生意哦，我知影，感谢啊，但是这个等下好人客，但是。那实实在在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好。一杯捞三分了，嘿，一杯三分，两分。三分。来，贵我搁提只啊，来摆势，这拢同款的，足水的，这我搁提只现贵的。啊，囡仔要食到好的，我后壁是食这只，这乌面啊，这乌面啊，等下我再提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调做点款。我啊，一记哩就对啊，哎呀呢，哦，红椒都做一定 OK， 嘿啦，这个五百块，这千五，不要紧，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无，这箱透抽是平湖的，真正讲的，我给恁一次机会，恁大家看一下哦。我今仔早较少，因为这两三天鱼仔吼无真多。我搁甲你讲，即届这真正平湖的透抽，你注意看者吼。餐厅海产大平大台，唔免台，规只沙沙顿顿的。有人爱大只，有人爱细只。你顿的沙沙顿顿的吼，拢好食啦，四百三百。现捞啊，平湖抽要食无？三百块钱，一米落去，两米落去啦，三米落去啦。即台一顿两斤外重啊啦，来一斤透抽卖两百几块银来，加了三落车落啦，卖开五百四百，三百。右边一个，接起来，大下脑到底要吃无？开五百四百来，最后搁一届来，搁三百块。就甲你今仔到尾黄鱼，还是要包一啊？黄鱼我等下搁提啦，我做一届拿几箱出来，搁三百块。啊，微微无？微微有啦，做一束啦，做你盘。啊，你阿哥，哎呀，阿兄你阿哥够嘞，我知，搁三百。阿姨哦，无人来，我收掉，这石板搬走，先摕边啊，搁袂顶哦。来，这头球最后过恁一届机会，恁老爸我甲忘掉，我甲拢真正，这真真正正是现捞的，一斤外口菜色你甲称斤的，恁买着你感觉足贵的。来水换，过一届来，无咧算几只，我先讲者，不要再算了，这无咧算来，现捞的三百块，三百，我存错到尔咧，存只要甲不掉，三百过一届，安尼啦。即届也真正无得收掉，我希望我的个性就是讲，伊要办来做即届甲袂好玩，足侪足哦，后壁搁头二十种无排在桌顶，我是排袂落去。最后一届哦，无法收掉，安吧。来，食袂完的来，现捞的套丢来，搁两百块，有人来喊声，一声，第二声，来，好，来换了。
头家姐啊。好，这种好，啊，你等我一分啊时间哦吼，来，这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有人在点鱼脯啊！我今仔鱼脯有够水的，大你等下给我滚土豆，凊彩咧炒咸鸡啊！这鱼脯甲一般也无同，愈细只愈贵啊！伊有够细只，较嫩啊，较袂黏糊糊啊！来一百，来三百，两百，搁一百，有够水的鱼脯啊！你炒盐丝啊，滚土鸡汤、米素汤啊！你加冰两份哦。一包。好，来，一百。前面一个。搁一百，我要铁路猪排啊！凊彩一切拢搁刷卡过来就对啊！搁一百。我搁问一届，搁一百，无要搁换行啊？是啊，搁一百好无？搁一百无，我就甲你等黄姨，我先提黄姨予伊者，只黄姨就办只香果车，其他拢无，只有一碗乌面来，搁一百，要白带鱼哦，我连要提予你，来，无安尼啦，医生，咱讲真正，医生点白带鱼，我提者啦，你偷丢嘞，水甲倒掉啊，吼。只鸡尾哈，阿伯回去啊。先搁旁边，先搁旁边遐浸，小块浸的，哦，迄不三时拢爱保持浸嘛，哦，咱讲实在，无要紧，倒落倒落去啊，有啥好啊？改，你莫定要甲扣五百啦，其他扣三百，你去搞啊，搞啊，紧嘞，紧嘞啦，扣三百啦，啊，扣啊，无用无讲，扣五便对啦，啊，拢找无一家我改的，阿仔我来啊，咩你改来啊？扣五百，阿仔我来啊，来我甲你讲好无？无用无干，搁伫遐咧滚嘛，真晦气啦！啊，无滚嘛袂使。即地吼，今仔即地我到即个上后壁，留咧上水的。你注意看，背带走啦，规地拢无巴肚空的。而且大地，你若感觉伤长就丢。你等下一地甲剁做两块，有无？有水无？落去煎落去吃。丢大大地沟的啦。靠！你有大盘无？会切，今日恁买袂落去啦。五个人家啦，这最低级哦，要分好完好啊，我开实在啊，无我头骨滑落去啊。哎，好。这大包掉啦。五个人家啦，四百三哦，最后搁一袋。三百。来，各位早安，各位早安。大地高的哈，搁三百好不好？三百块。这盘搁三百，你要一个哦，下来卖花声济，无我先放掉换黄鱼啊，你请你等黄鱼，搁三百好无？这大包搁三百块，搁三百块，搁三百三百三百，来头前一个。安尼，我甲你讲，无安尼，无啊，不要我们就先收掉了哦，要先下了哦，三百，有人来无？有人来无？来，好，安尼好啊，就好啊，来，我请你等黄鱼，我先聊伊者，你大家看者吼。我甲你讲，你后尾就算碰到一个福气啊，咱讲实在。这黄鱼吼、哦，水当当肥闪闪，你看这鱼好水无？我好提这种的，我好买提迄条白的。这鱼啊吼，爱买水的，咱人客等下搁咱等下搁问我有无？哎呀，好啊！这外口要共买，敢若一只卖两百块啦，三只四只，这四只卖六百，只啊，咱讲真正，五百条，你头一个买才济，这只十个，大只的，五尾啦，五百块啦，哎呦，有够俗的，有够水的啦吼。这两只、三只来、四只来、五只来，五百块，来过一届，要吃黄鱼无？这两尾来、三只来、四只来，五百块，要不要吃黄鱼？前面一个。来，我再问一届，无恁要搁吃啥？要吃虾啊？要吃啥？这三只来、四只来，黄鱼够有无？够五百块，吃安尼尔，还吃安尼尔，就剩下安尼尔，够五百块。白鲳，今仔日无，今仔日无，来收过。今天有西虾吗？黑黑，蒜里头都吧有啦，干脆。黑黑啦，黑啥？黑黑无？今天无黑，今天泰国会做水就多些。那黄鱼过一届，过五百好不好？鱼龙，我们这边就是可以现场自助。过五百好不好？目前没有在台。过五百好不好？如果你在台中的话，你可以先线上订，然后到现场自助。过五百无人来啊！吼，一声两声，我最后问一声，吃不完的来三百，别个少的举手。然后我们这边是在台中市代理商城街百货，三百块有无？真正吃不完的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回忆盘块，回忆盘块，这边回忆先盘块来，三百无啊吼，乖，来右边这一个阿母啊，啊后边你后边那边干去吧，你走七百对不？走七百，我叫伊走，回忆盘块来，搁三百，这边卖无？搁三百，搁什么吃？搁三百。来三包好不好？无人要吃啊吼！来，谢谢收掉，安怎哈？谢谢。别，我等下再甲你问看你要买无？啊，这你买啦，买啦，啊，莫搁拄落啊！你半永远去你啊，啊，搁叮当，就来咱讲真正的。
才五百条，落下来。这一只外口卖八十块，刚去迄个五七看人咧卖，两只卖百八块银啊。偌细只，足水的，来，我甲你讲吼。我知啦，我老哩，你啊比我较清楚，较出水啊。我鱼肚咧哈，啊，我来我鱼肚。小美，另外一种大包个有无？一包提来，一包提来，提我只啦，一包先可以啦，一包都一包你，一包我家免啦免啦，做好你啦，我家己我厝无啦，我厝会久咧啦，我讲真㖏，我一厝会久，啊厝咧即种诶较细块，啊我甲介绍讲啊清楚，因为即咱做生意实在无爱惊人误会，你倒来拿看我直播嘛同款，即大细块介绍有差，有当时啊卖九百一千诶，啊但是若即班诶我拢卖上底价七百块银。这种的扫白刀，我先给你报告一下，这同款哦，你听我讲哦，你莫爱看哦，下面搁一包啊，结果，搁一包啊，一包倒，搁一，来搁一包来，好啦。啊，你靠我吧。来，你听我讲哦，这四包我招四个人去，独家一包，那边讲起来较大滴，但是这个一样是没有刺的哦，完全没有刺的石木鱼肚。七包个七百六百，最后你听我讲一声，我问一声，五百有人来无？两个人去，那有得免钱，我那吞吞落去来，来五百块，你别来哦，来五百块，要吗？来考虑。这等于买一包送一包嘞，小姐，这是完全没有事的鱼肚，两包是二十片哦，来个五百块好不好？一声。